微仆神体，为上帝改变命运，去耶稣。欢迎收看《神帝》的故事，《神帝》的故事，人头一名 Number One 啊，no. 1, 天之第一的神帝，咪来教教这个人叫做阿伯拉罕。这一个人可能会讲：哈、啊，你当我读过圣经吗？阿拉罕本来是神帝啊，这圣、个、经读不透啦。 当迄阵阿毕达汉吼，迄阵因为伊离乡背井，出去到外地，结果呢因某真水。啊，因某真水，当地当时诶文化是安尼，当时诶文化是若看着人迄某安尼精水吼，都算你经假吼，完了共款啊，欢迎查一查安尼啦，欢迎多多来。 若看你某江水啊，足简单啊！啊，你任何事你摸我诶啊，古早足无文明诶，野蛮的时代就是安尼，所以阿伯兰会惊咧。阿伯兰带一个水某惊凶抢去，所以呢，伊转眼讲，啊，这是阮小妹啦，这毋是阮某安尼啦。啊你說說，你讲伊讲白贼吼，这嘛袂当安尼讲，因为迄个特的确有影是伊诶小妹。这古早安尼。伫即率一开始诶时阵呢。 古早人类呢，人口无济，无通见，所以人类最古早最古早，拢是亲戚吼，家己吼，足接近的亲戚关系内底，拢会结婚啊。啊，即满现代人看了，感觉讲这足奇怪嘛吼。啊，古早年代呐，血缘啊伤近吼，生出来人仔吼，常常会无正常。但是即个是要看看时代。 人类伫上古早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根本都无这种观念，全世界都啊无个人啊吼，啊无个人，迄阵人类的关系啦吼，也未发展出来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农庄都只要男的女的吼，啊两个人结婚，圣经讲两个人加做一体，所以只有十四人娶一个嫁一个，所以一夫一妻一生一世。一 啊！这圣经的规矩，上帝做人的规矩，迄是因为上帝叫咱人爱分散在世界各地，嗯。所以上帝藏一个原则，就是等个人口到一个规模的时阵，就是慢慢咱的这个基因啦，吼，慢慢慢慢，当人口多了后，你两个相接近的人结婚，吼，基因会产生变化。但是你早期的时阵无这个困扰。 所以扎旗人，你穿拢是穿家己人，其实莫讲早旗啦。要差不多像八年前诶时阵，迄个时有足济村庄吼，迄拢是讲即庄拢姓陈诶，拢姓李诶，拢姓王诶。迄拢是吼、喔，无咧个外庄诶人咧交往咧穿旗呢，无拢家己庄诶人，拢家己,己人啦。所以牵来牵去呢，规庄拢亲情。吼、哦。我想即个现象。 德康维亚在近代社会也够存在啊，所以何况你讲五六千年前，人类拄开始的时阵，迄阵德康有影拢总是家己人得过份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阿贝拉罕伊传讲讲吼，这是阮妹妹，哎，结果当地一个首领，看讲哇，恁只妹妹真水呢吼，来来来来来，嫁我嫁我安尼啦。 所以，专将阿伯拉罕的太太呢，娶入宫啊，结果迄面呢，上帝来保护阿伯拉罕。所以呢，上帝的梦中呢，专解即个首领讲，讲哦，那是人的母，你都爱含伊，因为阿伯拉罕是先的啊。所以阿伯拉罕是先的，那個、上帝等于呢？那是上帝乞求说明呢？ 所以，这个对大家，大来解说。因为我相信有足侪读圣经的人讲，阿伯啦喊我知啦，这足出名嘅人，但是我都唔知阿讲伊是先知啊，哈、啊！就我将这个故事，为什么伊那是先知？圣经记载伫叨位？我讲个大家听，啊，就是讲杜家那段。所以，上帝讲这个人是先知，啊，并唔讲伊讲算命，唔是。虽然伫第一就强调，先知嘅意义就是讲。 伊是上帝要对人讲话，而一个对象，上帝将伊要讲话讲阿贝拉罕，然后叫阿贝拉罕才讲话大家听，所以即个叫做神帝啦。神帝就是人类中间互上帝有竞选一挂人，然后上帝甲即个人讲吼，我即么甲你讲话，你也去讲互别人听，替上帝代言就对啦。因为上帝咱看袂着啊，是上帝伫世间。 精选一个看得到的人，用咱人类嘅语言来将上帝心意讲予其他嘅人听，哦替上帝讲古就对啦。即、這个人就叫做神的。所以用这个定义来讲，今日嘅你我生得很大人，那么是神的啊。你读上帝话，你将上帝要讲嘅话讲予其他嘅人听，啊你就是神的。 所以，信徒吼，基督徒，每一个人拢总是神的啊。所以你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。即圣经讲的吼，这毋是某一个牧师讲的哦，不是圣经讲的。讲来，每一个信徒，咱拢是君王，咱是祭司，咱也是神的。咱有三种身份，咱拢叫做基督徒嘛。你去年说我们这信基督教嘛？ 啊！但是你咁知，基督什么意思？基督都是君王的意思。讲耶稣基督，迄、那个基督都是耶稣是王。啊，咱基督徒，咱等于是王子啦。咱是小君王的意思。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嘅身份足尊贵。咱是一个君王，上帝做咱人。那第二只鱼啦，鸟啦，只。 所有遮野地者、动物，一个人管理遮树啊、大自然拢我人管，所以人是足尊贵。所以基督教一个观念，著、就是照圣经讲，咱的身份是君王。第二呢，咱也是祭司，祭司呢，著、就是替人献祭。人犯罪来找祭司，讲拜托你去甲上帝讲，讲我做毋到去，甲上帝会死的。 这些都是人甲神中间的一个保证人啊！都即卖啦，可比咱即卖来讲叫做调解委员会啦。若出台一中找一个人来调解。所以咱现代基督徒咱有一个身份，啊、哦，咱即个身份就是讲咱是会当讲调解，咱会当替人祈祷啦，就是将一个人问题带到上帝面头前，因为伊毋捌上帝，咱捌。 虽然从伊的代志替伊祈祷，祈祷给上帝听，咱即个身份叫做祭司。所以每一个信徒替人祈祷的时，阵，咱就是咧执行一个祭司的职务。尊荣祭司，搁再来叫做圣职。虽然第三个新闻叫做先知，都、就是将上帝要讲的话讲给咱边的人听，安尼叫做先知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就这尽量紧哦，哦，对大家解说一下吼。 每一个信徒，咱拢有三种身份，毋是三种跟一种哦，是咱一生内底吼有三种角色、三种身份。好，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咱拢是知。所以咱替上帝出声，这就是先知。所以用即个定义来讲，阿鼻拉罕都是先知，因为阿鼻拉罕被竞选，上帝竞选阿鼻拉罕。 上帝经穿伊离开伊诶故乡，上帝讲，你要来建立一个国家，然后世间诶万国万民，拢会因为你诶后代子孙，拢因为你即个国家会来亡福啊嘞。所以叫伊离开家己诶故乡，另外建立一个国，然后即个国，对上帝来讲，就是咱属灵诶一个家庭啦。 所以真正诶家庭，毋是咱即码世间所带诶啦。吼、哦！所以咱做基督徒毋免牺牲，咱伫世间咧带一只好所在啦。这无啥物通好牺牲啦。人阿伯阿是牺牲，伊伫天顶，迄个则是真正诶家。好，所以啦，我一边甲大家分享归啊吼，伫、哦、世间吼足出名诶吼，迄种足水足水诶，即个建筑物吼、哦，这逐个真出名吼、哦、来。 名人的豪宅哦，你看到会流口水，我讲，哎呦，哇、哦啊，这厝拢遮水着吼！你若要伫世间水的所在，足侪啦，足侪出名人好业人，或引导伫咧风景足水的足水的所在，哦，啊，全世界这么目前上好业人吼，都、哦就是咧开电车的，迄、那个叫做特斯拉，哦，因导我那上好业，啊，伊即卖是全世界上好业人啊，哦，所以咱买单看到引导，即网络拢晒着。 你人去看，因兜是种足水足水安尼吼啊！你若要讲啊，一个一个人，因兜偌水偌水哦，这足、個、侪种通互你景啊，还有现代化的迄种装潢装搞有够水的，还有古典的，像古早欧洲的，吼、哦，迄种足水足水的吼，有各种无共款的设计啦啊，互咱人看着足新鲜哦，一個人等于家己的厝了，哇，阮兜住甲尔啊好。 唔知道要偌好咧吼、哦，啊！你若讲有人讲阮厨房吼，唔当像传统的安尼，啊，可能敢若足大个差别，我咧足清幽诶，哦，这拢、哦、有啦，啊，现代人吼，足够设计咱大个所在啦，哦，但是吼、哦，你敢知影讲，所有这物件啦，哦，这拢总是暂时的而已而已啦，你知哦？那唔免心生咱伫世间这物件，咱若要心生，咱是要心生咱天定。 咱天顶嘅厝吼，比咱拄则看即个厝呢，拢要佫较水。即、這个就是上帝甲阿伯拉罕讲嘅英文。上帝甲阿伯拉罕讲哦，你系锻炼世间人，毋是讲阿恁兜嘅人哦。做一名神祗，你嘅使命就是锻炼全世界的人，将来登来个天顶。哦，天顶嘅厝比世间嘅厝佫较水，啊，佫较互你会当感受到迄种存在嘅宝贵。 互你享受你诶人生，毋是伫世间啊！你出国外国税你嘛会老啊，你厝国外水嘛是会古啊，所以上帝甲讲，天顶系造嘅。所以每一个人爱信神，所以阿伯拉罕咱简单做一个结论啊，即名神啲诶使命，都、就是接受上帝嘅托付，你系将世间万民带领等于天顶上水诶故乡。哦，这个就是替上帝宣传诶阿伯拉罕。 伊诶故事真精彩，欲滴相情，但后集继续。